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。愿你的心灵同在。大家早安。神父早安。在一个主日学的课堂上，主日学老师就问，同学们说：“诗人的身份是怎么样啊？”一个小朋友举手：“我知道。”死人的身份就是死人，那活人的身份呢？另外一个举手，我知道他的身份就是活人。那再问说，死人复活后的身份是怎么样？每一个人就摇摇头，老师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其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死人复活后会是怎么样。在今天的读经一，哥林多团体就问这个问题，保禄就说：“死人复活后，他会得到的是一个新的，是光荣的，是属于神的形体。那这样的光荣属神的，大概是怎么样呢？我还没有回来，我还没有复活，我们就不知道。”但是有一个人他死了，他复活了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从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，在同一天他会显现在不同的地方，门户关上，他也可以突然在门徒们中间，大概这样的复活的一个形体。我们等待吧，到了那一刻我们复活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。现在我们大家认罪，准备我们的心，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创造在至万有的天主，求你垂顾我们，使能以整个心灵侍奉你，让我们体会到你慈爱的恩效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攻读圣保禄中途至格林多人前书。弟兄们，有人会问，死人将怎样复活呢？将会是个什么样的身份呢？糊涂人啊，你所播的种子若不先死去，就不得有新生命。你所种下的并不是那将要长成的形体，而是一粒赤裸的种子，也许是麦粒或者别的种子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，现在所种的是可朽坏的，复活后的是不可朽坏的。现在所种的是卑贱的，复活后的是光荣的。现在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后的是强健的。现在所种的是属血气的身体，复活后的是属神的身体。既然有属血气的身体，也就有属神的身体。经上也这样记载说，第一个人亚当成了有生命的人，未来的亚当成了四人生命的神。当属神的不是在先，而是属血气的，然后才是属神的。
第一个人出于土，属于土；第二个人出于天。那属于土的怎样，所有属于土的也怎样；那属于天上的怎样，所有属于天上的也怎样。我们既然有了属于土的肖像，也必要有属于天上的肖像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我要在天主面前生活在光明的人世间。我要在天主面前生活在光明的人世间。上主，我一呼求你，仇敌便立即败退。我知道是你扶助我。我要在天主面前生活在光明的人世间。我依靠天主，歌颂他的承诺。我依靠天主，血肉之人岂奈我何？我要在天主面前生活在光明的人世间。天主，我要向你还我所许的愿，我必向你献上赞颂的祭献，因为你救我脱离死亡，使我不致跌倒，使我在天主面前生活在光明的人世间。我要在天主面前生活在光明的人世间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阿门。那以善良和诚实的心保存天主的话，并恒心实行而结出果实的人是有福的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阿门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愿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路加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有一大群人聚在一起，还有从各城来到耶稣跟前的，他就用比喻说，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，被人践踏，或者天上的飞鸟把它吃了；有的落在石头地上，一长起来就枯萎了，因为没有水分；有的落在荆棘中，荆棘一长起来把它支起了；有的落在好地里，生长起来结了百倍的果实。他说完这些话，就大声说：“有耳能听的，就听吧。”他的门徒问他这比喻有什么意思。他说：“天主国的奥秘只给你们知道，对别的人就用比喻，使他们看却看不见，听却听不懂。”这比喻的意思是，种子是天主的话，那落在路旁的就是指人听了，魔鬼随后就来到，从他们心中把那话夺去，使他们不能信从而得救。那些落在石头上的就是人听了，高高兴兴地接受，但是没有根，暂时相信，一旦遇到试探就站立不住。那落在荆棘中的就是人听了就走开，以后
就被挂虑、金钱和生活的娱乐蒙蔽了，结不出成熟的果实。那落在好地里的，就是人用善良和诚实的心倾听，并把这话保存起来，恒心实行，而结出果实。上主的圣言。主，我们赞美你。大家平安。全部平安。几天前，我们的会长从嘉义回来，回台北。他从嘉义就带了地瓜叶苗的苗带上来。我一看到我就问，我说你为什么带这个地瓜苗啊？他说要在这里我们14楼那个小花那个菜园我们可以种啊。那我说我们在上面不是有了地瓜叶吗？那你为什么还要带这个从嘉义要坐火车或是坐公车来台北呢？他说因为这个是特别的，这个苗是特别的，是它一定会开那个，它一定会有茂盛的叶子，因为我们要吃的就是它的叶子。那我们楼上我们所种的，一开始长起来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漂亮，但是大概过了一阵子，一个月之后，它的叶子好像没有那么的茂盛。他说这个的品种是特别研发的，特别研发的，它一定会很茂盛的叶子。那种了还不知道这个会是怎么样的，但是他说的这个是一个特别选的一个品种，就是好的品种。所以我这个也是让我想起我在印尼，我们也是做农的。我妈妈，我们如果要去种那个种米的时候，她要选择是最好的种子，最好的种子为了去种的，所以这个是特选的去种，那希望它会长得非常好，会结的更多好的果实。在今天的福音，我们所听到的是有关播种的比喻。我想在其他的福音也讲同样的，在马窦福音我们之前也听过播种的比喻，那耶稣自己他也揭示了这个比喻的意思大概是什么。在今天我们所听到的，种子落在大概四种土，第一个是在路旁，第二个是在石头上，第三个是在荆棘中，第四就是在好的地里。那虽然从这里我们看到有四个不同的土地，但是我们可以说 这些种子它所落下的应该是在两个不同的状况，第一个是会结出好果实的，另外一个是在无法会结出果实的。那无法结出果实的有不同的理由，那这些的理由是我们说在路旁、在荆棘中、在石头上面。所以我们看从最后的是他所结出的果实，我们可以说只有两种，有结好果实，有无法结好果实的。我记得我以前跟教友分享阮书记主教，就是越南的阮书记主教，他被抓了坐牢以后呢，他在牢狱里面他怎么样的过他的生活，怎么样的用每天的食物当做，他就拿了一些当做他这个弥撒的时候可以用，当做耶稣的身体，他用的这些的石头那个骨头，肉的骨头做一个十字架，当做他赎罪的一个外在的标记。他被邀请到罗马给圣
若望保禄二世讲毕竟，他讲了耶稣五个缺点。那我跟他们分享了这个缺点，突然有一个教友他就跑过来，他说：“神父，我现在呢，我发现耶稣有另外一个缺点。”我说：“那你还不错，你会发现耶稣的缺点。那耶稣的缺点是什么？”他说：“耶稣的缺点，他不懂得农务作业。我们现在呢，如果我们是一个农夫，我们先要准备好土地，整理好，要先保证这土地是好的，我们才把这个好的种子种下去。因为好的种子可能是很不容易。我们想象在那个中东这个地区是非常的那个干燥的那个地方，能够有好的种子可以撒下去的，应该是很不容易的。那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里面的主人，就拿了好种子随便丢了，随便丢了，有的掉到这些的我们刚才所讲的好的土地，有一些是无法结果实的土地。所以他就说了，我发现耶稣有另外一个缺点。其实如果我们要看圣经里面，可能我们会发现更多的耶稣的更多的缺点，但是在今天的福音里面的重点就说，天主是一个非常好的天主，我们所相信的天主是好天主，他把好东西，刚才我们说好的种子，通通要给他，通通要给他，毫无保留的给好人，给坏人，给你准备好了要接受天主的圣言，或是你没有毫无准备接受天主的圣言，他通通都要给我们。他的恩宠就是这样的。圣经里面也说了，天主把他的太阳要照射好人，也照射坏人，他把他的恩宠也通通给好人跟坏人，但是后面的结果是不一样。你准备好接纳，你会解除百倍的果实；你没有准备好接纳天主的圣言，无法解除什么果实来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说，这个教友跟我讲的，他发现耶稣新的缺点，但是这个缺点告诉我们是什么？天主是爱我们每一个人，天主照顾我们每一个人，看我们是否接纳天主的爱呢？现在让我们一起把我们今天的祈祷的意向奉献于天主。天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主，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也以你的旨意为全神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，为光荣你的圣名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天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，施恩于教会首长、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恩师基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
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。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。阿们。求赐我们朝见及明达之神。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善信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喜归家为何？喜归家为何？